124到175，需要各各十百千万、十万百万千万亿、百亿、十亿、八十八亿、八十九亿，每一票跑商固定的获得186875经验，需要跑47610票，每天跑20票，需要跑2381天，也就是79个月，7年，没错吧？他如果要这个，如果跑赏金任务一票赏金任务150000，这7年下来可以赚到个十百千万、十万百万千万亿、十亿，个十百千万、十万百万千万亿、十亿，是。这7年跑下来到175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已经通过跑赏金任务一票150000赚了整整71亿。你再加把劲儿，那100个亿，挣了100个亿，7年下来，是不是很帅？是不是很酷？是不是很牛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小小的跑商看着是不是很无聊？但他无聊当中，无聊着无聊着无聊着，他就成亿万富翁了，酷不酷？帅不帅？牛不牛？